不需要说太多。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要跟你讲的，今天是最后一个环节了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。我希望在线下能够遇到你，真正的幸福。100%，你给多少？100%，60%，用完了就加点洗洁精。你怎么甩不出来啊？我想静一下，考虑一下。静，我想先看到这儿。有时候，遗憾也是一种美。对不起，这几天让你心情，因为我变得……不要。你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最好的人。太幸福。转变了心意，转身离去的身影还在梦里重复着。
其实我很庆幸是在节目里面遇到你，因为如果是现实生活中遇到，我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就可能跟你根本就不会有故事，也不会有这么多天的相处。我说了我该说的，做了我该做的，我就已经觉得很开心。是真的不受控制的。他赚了，他赚了，好难过啊。我叫乌兰 ，Hello， 这样就肯定可以了。你以后也叫我阿哥吧。那我叫什么呀？三娘吗？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就够了呀。骑到我脖子，感觉会被他丢下去那种感觉。整个皮特别好，这样开心啊！这女生真的会很在意。对不起。哎呀，我是 X。惊呆了。你看，汪律就说，你一定要转。汪律就跟他讲，你一定要转啊。那怎么搞啊？现在没办法了。但私下可以再联络吧。今天出节目组了，明天就可以继续联系了呀。其实他已经说了，他说出节目他就没办法跟他做这些事情了。他转了耶，他是个 X， 他变成恋人了，为了你。结果他爱上了一个 X。啊。我也怀疑过你是不是 X 恋人，我很怕你是。那如果你是 X 恋人的话，你会转换吗？我感觉他有点玩票性质，乌兰吧。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起起落落的，有点反复。今天选择还是乌兰。我问你是不是 X 恋？所以你从那时候就开始骗我了是吗？对不起。你知道我本来是 X 恋人，你知道我本来是 X 恋人。哇哦！我因为你转换了身份，我愿意转换身份，因为我对恋爱的态度会比较悲观，所以一开始来这个节目，我并不能确定自己能否找到一段很喜欢的。其实没有人怀疑我，我不管我会不会得到一段美好的结局，也不管那个人值不值得，也不管他是不是 X 恋人，我只是做出我心里想选的选择，我愿意转换身份。我是真的动了心。
对不起。谁在做饭？小妮他们吧。有乌兰吗？那我过去。去吧，宝贝。我来下。我可以为了你转换身份。我可以为了你做很多主动的事情。但你一直没有。少怀疑他，少投他两次，他就转了。很关键的两票，对，傻孩子。